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，就是这个哎、欸。哇，我喜欢白的。你的脑子叫哎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已经第二天，因为阿乐呢昨天突然之间睡着了，太累了，拆礼物呢就留在今天开哦。开心吗？开心。现在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去拿给你啊。就是这个哎、欸。哇，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哎。开心吗？那就将这个黄爸爸寄来的礼物呢，就打开来看看哦。哇，是礼物耶！啊，那有一份、两份、三份、四份、五份，哇，这么多！那我们打电话给爸爸 ，OK？ 黄爸爸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很久不见。哇，生日快乐！哇，你的礼物。爸爸送阿乐礼物啊。喜欢爸爸送你的礼物，喜欢，这么喜欢啊！把礼物打开哦。好，你要开哪一份？这份啊？好，打开吧。爸爸看你打开。哎呀，面车车！对耶！哇！然后我们再开另外一份。哇，衣服，手机，哇，还可以的。看来我也想看爸爸送什么东西。哦，飞机耶 ，helicopter 耶，哦，这样的，还有恐龙，一间恐龙，到这个吧，我、哦、就到另外一个了的啦，哦，衣服，也是衣服，白的面呢，我喜欢白的，哈哈哈哈哈，也是衣服，也是衣服哦，对咯，爸爸买很多衣服。我也是，我也是衣服的耶。不要乱讲嘛，阿乐加油哦。妈妈讲你这个很喜欢耶，我要看一下是什么。好，妈妈帮你打开啊。OK。哇，原来是吹泡泡的玩具。哇，喜欢吗？就是这个哦，就是这份。爸爸的礼物你最喜欢是哪一个？这个啊，这个啊，他喜欢这一个。爸爸要做东西喽，拜拜呀，拜拜，爸爸，新年礼物。哦，没有生气，因为阿伦生日。拜拜，爸爸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好酷哎，看到吗？好酷哎。哇。Luna， 你看身后，身后有很多礼物哎，你想开哪一份？这个好，好这份。我是，哇，你的是 F 来的哎，我喜欢的玩具。哦，你喜欢的玩具啊，好，下一份哦。看是什么？我原来是芭比箱。你要开哪一份啊？这个小小的，好。我喜欢这个耶。这是无糖巧克力哦，等你咳嗽没有了还可以吃哦。走，下一份。你要这个啊？姐姐送的。对，这是姐姐送的礼物，妈妈帮你撕开好不好？哦，什么来的？哦，拖拉机。哦，这是托马斯的餐具哦。哇，托马斯。还有哎、欸。好，下一份。这个、这个、好，小心啊。哇，可惜，真可惜的嘴巴。可惜。笑可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？这是画画的。对，这个是画画的。这是粘纸
还有这些。那可以挂屋子的。那我可以粘在阿伦的小屋子那里。这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贴纸哦。你要来一个？这个。谁送的？在这里。哇，也是通往四方。是吗？看看。嗯，就是。哇。超超超耶！这个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最大份的，目前为止。哎，哇，打架了呢！哇，这边有一台汽车啊！一个转转转的。对，这转转转的。你看他迫不及待要玩。还有最后三份哦。哇，这个鱼。好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嘿，好，妈妈帮忙。等一下，我再打开给你们看。这个，这个啊，好。这么长的是什么呢？这是火车的。这是火车啊。这是火车。哇！阿伦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灯，Thomas。还有最后一份呢。哦，这份是狗狗送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快！Scooter 来的，哇！好，这个等下组装看看。谢谢哥哥。礼物已经拆完了。已经拆完了，可以开礼物了。开这个。这个。我不要吹。这是。这是剑，这个剑是真的很好看，闪亮亮的。哎呦！喂，哦，出来了，然后怀在这里，按，哎，它就滑下来。哇，这边又飞的哇！开这个哦，妈放电池。哇，酷吗？小汽车，哇，还有音乐哦！好，现在试组装这个哦。哦，还真会弄。哇，你看舅舅帮你弄好好了哎，这个车 ，scooter。哇，你很好笑哎。大大力，你就站上去后面。嗯，大大力用一个脚推哦。手塞在这里，对。哇！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哇。好了，好玩吗？这个？好玩哎。嘿嘿。哇，好多哎。好，这些就是阿伦三岁的生日礼物哦。你最喜欢哪一份礼物呢？全部都喜欢。耶，这么棒啊你！我们的影片就要自己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，还有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